为了宣传已经迈入23档的将军号音乐节，几乎特别邀请有影空地下里长之称的嘻哈歌手润少出席。因为伊原本是影空区里长的助理，因为参加大嘻哈时代节目请起来。今年将在7月20日至21日两天登场的将军号，第一天就来邀请罗俊硕、911等艺人精彩表演。第二天就是以乐团为主题，邀请芒果酱、甲杨乃文等歌手来登场。当然，来将军看演唱会以外，卖品尝当地农特产品。对此，市长吴怡贴会长嘛特别推荐麻油、沙白鱼酥、加芦笋茶等伴手，也请全国民众来将军听演唱会、看烟火、吃美食。在夏天放暑假，大家放轻松。那尤其在海边吹着海风，那晚上看，下午吹海风，晚上人来疯去看这个将军吼，一定非常非常好的事情。尤其啊，我们这几年举办都非常成功，不仅是啊艺文界，我们啊各位好朋友大家很期待，我们台南市的年轻朋友们大家都很希望。这几年更跟我们农特产品合作，我们地方的特色地方的特产，也借着这个将军吼的机会，能够介绍给网上的、网络上的，还有直播看直播的，还有现场的年轻朋友认识了解。那我想这是非常好的事情。台南新闻编辑何乔芳采访报道。